Ladies and fucker 的 gentlemen， welcome to 极限 fans 本期视频推送，我是玉龙，今天我要挑战这个人，哎，就是我，我是谁呢？我是涂振中。那哎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北京的涂振中啊。这次非常高兴，来自广东的这位网友呢，过来找了我，然后要跟我一起比一下这个单双杠极限的动作，比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是双力臂，还有一个是隆起。哎，我们比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？就请大家一看究竟。对，我比他强十倍。哈哈，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其实比他弱十倍了。啊，哈哈，这个就谦虚了。